各村同步进行环保清洁的工作，而新城乡长自证打找用具给乡内的环保志工们，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守护好乡内的美丽家园。春节即将在一周后到来，前乡公所清洁队在1月20号实施全乡大扫除，并有空军第五战术混合联队兵力60名，入境花东防卫指挥部兵力75名，空军叫人部60名，协助新城乡公所部队在上午8点40分在新城乡公所前广场集合。乡长何丽塔亲自主持，并且勉励清洁人员以及部队兵力们确实做好环境整洁的工作。会连续下3、4天的雨，但是因为没有办法，既定的时辰我们就要给它完成。在农历年前，每年这个时候，这个时间点，我们都请国军弟兄来为我们民众来打扫环境，君爱民，民敬君。对啊，要谢谢今天所有参与这次国家清洁周环境整理的各位参与的人员们，你们辛苦了。由于你们的努力，让我们在过年这段期间可以看到美好的环境。虽然今天是下着雨，但是我们待会带开的时候，下雨的时候地是不好扫的，请各位把它带到我们村办公去。等到雨停了，我们再到指派的地点、环境脏乱的地点来做环境的维护。新仁乡的环境，在经过清洁队以及各村所有的环保志工经常性的环境的维护，包括本所的环境绿美化，环境非常非常的优雅。但是这是例行性的一个工作，我们还是要给来做。乡长何丽塔表示，近年来下雨，各村村长、国军官兵以及清洁队员不畏风雨，要将环境整理，让所有乡亲有优质的环境迎接新年。新仁乡在平常清洁队的精力维护之下，成为幸福干净的城市，因此会乡亲要把自己住家以及周边环境打扫干净，迎接新的一年，乡亲共同的维护乡内整洁，逐步就近过好年。记得中央新闻报道。